君香百合，请吃菜。好，卢总也吃。哎呀，我辛苦打拼出来的招牌，能出现在我偶像的电影里面，这是什么感觉啊？啊，高兴就是高兴啊！<笑>恭喜卢总，祝贺卢总。有多少人抢着要投资啊？这哪能轮到我有机会啊？可是，这是我的理想啊，看着我的偶像。 在电影的大荧幕里面吃着我品牌的火锅，这就是对我这十几年打拼努力的最好的肯定啊！所以我这几天觉都睡不好，找了各种门路，就是找不到办法。谁知道苏小姐帮上了大忙，牵上了这根线。<笑>瞧您说的，您能完成心愿，我也跟着很高兴啊！哎，上总要感谢你，我的这个投资是不需要回报的，白白的把钱送给他们。 这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我们都要谢谢你啊！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小苏，你确实干得不错，我也敬你。这杯酒啊，我们应该祝电影大获成功，票房大卖，让荣天下传遍天下。传遍天下。<笑>王总，于志远受贿的书面材料已经准备好了。 报备一下吧。我明白了，我先得马上去办。工作看了吗？看了，听说供应商那天要大换血呢。我们部门用的绿藤公司，可能也会被换掉。王居安会全力推行三封比价模式。这么大动作，真没想到，这个老于干的蠢事儿，最后直接影响到我们。这个王居安，不好惹呀。有件事儿想找你帮个忙。工作上的事儿，王总尽管吩咐就好。 之所以是帮忙，肯定不是指工作上的事儿。终生准备填报复旦。嗯。现在王翦铁了心了要学表演，就因为这个学院在复旦隔壁。所以呢？所以这明显是一时冲动啊！希望你让终生劝劝他，别人的话他现在都听不进去，但一定听终生的。填报志愿是王翦个人的事儿，终生没有发言权。 那作为王翦的好朋友，终生有没有必要给一些善意的提醒呢？正因为是朋友，终生有可能会支持王翦的选择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喜欢用自己的逻辑去绑架别人的想法。什么叫像我一样？王翦现在做的是情感绑架，他为了终生选择了专业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万一终生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责任，因此感到自责、抑郁、焦虑。 从而影响了学业，这对终生也不太好吧？那可不行，所以你必须阻止王翦。小磊，嗯，你快看群公告啊！经公司高层批准，原招商部副总监赵祥庆正式升任 HR 总监。原 HR 副经理周涛在与前HR经理曹若成工作中有玩忽职守，利用公费携妻亲属旅游的情况。经查明情况属实，经公司讨论决定解除其雇佣关系，即日生效。 连曹总的副手都给解雇了，这下赵总在 HR 那是一马平川了呀！借我的事情踢掉曹若成，让赵祥庆取而代之，果然就是合作没错。没想到赵总这么受王总赏识，直接升总监了。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多拍拍赵总马屁。又开始了。哎。 说什么呢？赵总，我又不是属马的。赵总监，我们招商部跟你们人力资源部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，所以以后请赵总监多多照顾我们了。哎呀，这个嘛就要看你们这个表现了啊，工作还要认真，知道吧？赵总。
总总，上次是你向我道贺，这次轮到我了，恭喜你。谢谢。